男生还是女生比较爱讨论性的问题？男生吧。可是说实在，其实我们很少在讨论这种事。对，我觉得是女生。我们会讨论，比如说我们收集到了什么收集到什么新的资讯？有什么东西可以收集？没有收集到新的资讯，紧张什么辅助器具啊？就类似那样子啦，就是比如说在网络上看到，或是自己的累积下来的经验。哎，那会不会跟那个要不要分享一下？会不会跟手帕胶讨论到大小的问题？会讲到，但是不会钻在那个，为什么钻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样训掉，这样不行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会钻在那个，就是带过这样。女人凶起来要人命吗？我们先问女生哈，你们觉得女生凶起来很要人命？嗯，还蛮要人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女人这么？翻脸跟翻书一样。对啊，为什么女人要这么狠？不是狠，是感觉问题吧？嗯，就是感觉不对了，因为女人还蛮靠直觉在。第六感。对。嗯。可是其实女人好的时候，就像刚才曲哥讲的，女人好的时候是真的很温柔、很甜，但是一不对的时候就是开始噼啪嘛。女生她会凶，会这么像。恶婆娘都是因为男人的关系啊，都是我们的错吗？你跟我讲，也一定有关系，一定大部分都是跟男生有关系。你讲的我相信，都是男人错。你们为什么他讲的你就相信？杨锦华对啊，杨锦华讲的不是吗？我也相信啊，不是吗？我相信他们讲的，我都相信。嗯，今天这个位置是你安排的。好了，那小康相信，我们也就相信，好不好？那你曾经为什么什么样的男人把你惹得发狂？记得一次最清楚的是我气到牙齿发麻，整个牙齿是发麻。哇，那很气哦，是牙齿不好。是真的是气到，因为可能一直在解释，因为他对方不相信，就说我真的没有，我讲了说我就是跟什么朋友出去，然后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然后可是他怎样都是不相信，然后声音他就算嘴巴讲说哦我信啊怎么样，可是他的表态出来是不一样的。那我酸的，对，那女孩子一定会感受。人家都讲信了，你还一直讲，人家当然烦啊。谁他的不是啊？他的态度对啊，因为女朋友一定知道他的态度，其实还是生气，诚心诚意的说他相信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讲电话，讲到因为路上来往的人很多。讲到我还面对那个大柱子讲，因为我怕面对外面就是别人会看到，太丢人了，很欠，气到我整个牙齿是麻掉的。小弟个人浅见，当在解释事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电话解释，真的，电话会越讲越糊掉，电话会用血性攻办，看不到对方的脸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一定要让他看到你的脸。对，可是如果当时是。啊，什么？就是很想要一直跟他，很心急，对，就跟他解释。你要以静制动，所以没有，所以要买3G手机。他的表情对不对？这样演的。可是那个是吵架，3G对我们来说不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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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那个抵制。我现在无所谓了。我现在6G也没有关系。你要替我想一下。你不能，我没有记。我跟你讲，我很。为什么不能？你是不是活在现代的？还在明初吗？常出现在不好的场所才会这样。东西给他。好了，算了。不是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习惯性臭脸。对。另外一半看到，免他误会。哦。不是因为那个。对对，我们对啊。在不该在的地方。不该在的地方，我是无所谓啊。啊，结果后来呢？我觉得可能他个性版就是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你再怎么去解释就也没有用，所以变成是换另外一种方式，是对他说，让他知道说哦，其实我很安全，就是多一点关心给他这样子。其实那是有爱，那是很正常。对对，当对方不会吃醋，不会不安，对你没有不安全感，我们也会觉得怪怪的啊。我说如果他不对我关心，然后不对我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会觉得你干嘛对我那么放心？对，所以你不能气到牙酸，你会很开心，然后但是声音是很急的这样。没有，就是要气他了。哎，你这么关心我，哎，我就是跟别人出去，事情闹大。我看你有多爱我。他从电话里面出来，你懂吗？男生还是女生比较爱讨论性的问题？男生吧。
可是说实在，其实我们很少在讨论这种事。对，我觉得是女生。我们会讨论，比如说我们收集到了什么，收集到什么新的资讯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收集到？没有，收集到新的资讯，什么资讯？就我们可能听到知识啊，或是什么什么辅助器具啊，资讯吗？就 OK。Okay, okay. 就类似那样子啦，就是比如说在网络上看到，或是自己的累积下来的经验。哎，那会不会跟那个手帕交分享一下？会不会跟手帕交讨论到大小的问题？会讲到，但是不会钻在那个，为什么钻在哪里？这样训掉，对，这样不行。怎么会这样子嘞？钻在那个就是代沟。其实男生啊，会问那个自己的女朋友另外一半说。哎，你觉得我的够不够大，还是太小？你们女孩子会真的回答吗？就说你的另外另一半啊，当然不是一个陌生人来问你。你们会老实的回答吗？我会讲说，我就跟你在一块，我怎么知道你的是大还是小？不会讲，真的啊？不会讲。可是我很少给，几乎我觉得应该不会问大小。嗯。我硬不硬？个性，我是注重内在，个性硬不硬，好不好？那你们既然都会老实的回答，对不对？那你曾经有说过不大啊？有哎。小女孩，你干嘛你？不是说她，就是她真的就问我啊。然后你就真的讲小，真老实。那我想说，就在你这么久，你自己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。但是我觉得说，但是 OK， 我还是很爱你。那你们两个有没有被人家说到说，哎，太大？张天宇，张天宇有这个问题。我还好啦。可是当女孩子跟我们这样讲说，你真的好棒，你好壮，会不会实质上感觉啊 ？Yes，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？我会再来第二发。啊，对，你会觉得被鼓励，对不对？哦，真的吗？等我一下，我喝口水。那你们都不会啊？不会，因为他本来就大啊。因为我觉得你都会讲的话，是假的，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了，因为也是因为你大。我觉得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啊，你就感受到大，自己是不是好像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那个弟弟我认识很多年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还好。这个腕什么东西？女孩子其实我听过，以前我们国光校女同学也是会讨论就是这一方面的事情。那其实我有跟他们讨论过，讨论到我最后我讲不出话来，因为他们讲得很入骨，你知道，而且都是讲那种女性的感觉嘛。那你就会在旁边听到，哦，真的，哦，哦，好好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在恋爱中，性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重要？是，是是，觉得是的请举手。对不对 ？OK， 那每个人相信你觉得不是啊？那问不举手？为什么觉得是？我觉得还蛮重要的，一个男孩子，就女生28天才来一次吧，男生可能2-3天就要来一次吧。你看，男生就会想这种方面。2-3天哦，哎呦，间隔很大。我早上下午就想。减肥成功的，身体比较好。没有啊，就觉得如果没有就是那个性的话，男的可能会跑去找别的，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没办法配合到一个程度的话，对，还是会有点遗憾，对不对？对于这个爱来讲，就会有多多少少缺陷，对，会还是会。